看看新闻网。和邓超过着幸福生活的孙俪娘娘也开始许新年愿望了。这愿望看上去跟老公孩子没啥关系，其实关系可大了。2015，我要改掉的恶习是囤货。娘娘家里四口人，爸爸妈妈还有一个3岁多的儿子和一个不到1岁的小姑娘。说实话，需要买的东西确实不少，而且孙俪和邓超都是明星，天天出席活动，哪能都是一样的行头呢？所以这衣服恐怕也得囤不少啊。